体上被两个陌生女孩当成靠枕，非常的尴尬。嗯，你俩别睡过站了啊，这。看正脸应该都挺漂亮，这男的插咱俩中间有病吧？不是，那有座我也不能站着呀，对不？走。哎，不是你电话？不给，不加。不是，这谁手机啊？啊？哎，两位美女，那个。行了，别臭不要脸。行。我要点儿，那我希望那个稍晚些，你也叫面儿啊。你说啥呢你？是，我特别期待我们下次见面啊。谁跟你见面？电话如期而至。哎，后面，这了，撞了。这手机我可不能轻易就还给他。哎，坐。谢谢啊哥。没事，那都没啥，咱加微信行不？行啊，挺有缘的，对不？我捡你手机，我扫你啊。你不给不加吗？啊，他有点失态了。对。要不我把你手机放那个地铁师傅招领处，你俩自己去取得了。反正你们看我也不像啥好人，对不对？哥，要不这样，你这顿饭我请了，我再给你点瓶水喝。就当是我给你赔礼道歉了，现在。那你这么说吧，那还行。那你手机给你吧，水不水都没有事儿。想请了、啊，你这以后也别往女孩堆里坐，多不礼貌啊！走吧，不是，我也是好消化的水。不是你这丫头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咱俩以后还能见面，你信不信？你还得给我赔礼道歉。不正常，这一天丢三落四，哎呦，这点儿高兴了。